蓝绿白阵营不论怎么互打，大家都知道要守护的是台湾，不能被境外势力给攻击。但是现在境外势力最明显的就是来自中共中国的势力。来看看现在花式借选是越来越多，又有最新两个人呢遭到了调查，这都分别是统促党这位林国姓呢跟他的这个成员呐、李维杰，两个人分别以10万元跟5万元交保。最主要做了什么事呢？又跟大家类似，现在被翻出来了，就在去年10月份呢带团63个人通通到中国去旅游，每个人只要付9800，简单来说就是机票钱，在那边住好吃好全部都由中共招待。但是大家要一起公开跟着国台办的官员一起喊两岸一家亲。而如何借选，在上头直接告诉你呢，要把票投给统促长，把张安乐送进了立法院。因此呢，相关的政据呢明显违反了反渗透法，遭到了侦办。而除此之外呢，法务部就提醒了，除了刚刚看到类似的新住民的在台湾借选，还有附中旅游相关的，像是不实民调、不实讯息、伪造的技术，透过了 AI 呢提供的假影片，都是要来影响。不过法务部在昨天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呢，相关的像是看到台湾市的副市长苏俊斌就说啊，不要对这些中国新住民来贴标签。但法务部解释了，事实上任何身份呢，不论你是台湾人或者是新住民，任何借选或到中国旅游想要影响台湾的选举，都会遭到调查。法务部的态度当然是一视同仁。